家好，我是 CC，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这周我想分享三部今年非常值得一看的电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Let's go. Amen. He's trying to slip under us. Fire.We have a kill.没错，那第一部我想分享的就是 Tom Hanks 主演并编剧的 Grey Hunt， 那中文它可以翻译成灰猎犬号还有怒海战舰。那这部片子呢，它改编自1955年出版的一部关于二战真实历史事件的小说 The Good Shepherd。 那故事它描述的是二战期间呢，首次就是执行大西洋任务的美国军舰，就 Greyhound 舰长那个克劳斯，他如何在五天毫无就是空军支援下呢，护送上千个就是商船舰队成功跨越大西洋抵达英格兰的故事。那中间他遇到了就是德国军队的一些猛烈的攻击。这部电影呢只有一个半小时，那故事线是非常清晰的，整个的画面感尤其是作战那个过程是很有紧张感的。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在电影院观看的一部电影。那很可惜啊，因为疫情呢目前只能在 Apple TV 的线上观看。那虽然在人物上面的处理呢稍微有一些粗糙，整部电影没有花很长的一个篇幅来叙述来刻画这个人物，但更多的是战争的场景。那整个的观影的感觉是给很紧张的，我觉得这个在这个类型电影上面这部电影已经做得还不错。在观影之前呢，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科普，这个 U 型艇呢贯穿着整个的电影里面。那它其实是在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使用的这个潜艇的名称。它英文的话翻译叫 Undersea Boat， 所以叫 U-Boat， 所以大家就常常用 U-Boat 来简称德国的潜艇。那这个德国的 U 型艇呢，它在二战中呢击退了非常非常多的军舰，所以也是二战的一个特点。那德国呢，它想破坏那个海上的交通线，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就叫做大西洋海战。严格来讲呢，其实这个大西洋海战呢，它并不算是一个独立的海战，它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海上战争吧。因为整个的当时整个的英国美军海军大西洋舰队都有参与在这个战争里面。那其实先后经历了5年零6个月，就是成为就是战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完了最复杂的一次战争。所以在这次大西洋海战里面呢，德国的 U 型艇呢相当于一举成名。如果你很喜欢战争影片的话，鼓励大家去观赏一下，是一个值得是一个还不错看的一部电影。那我想跟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电影呢，它是一部韩国电影，名字叫清白。那这部清白呢，它改编自2009年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叫玛格里米酒毒杀案。当然它与真实的案件还是有很多不同。它讲的是一个顶级的辩护律师真人，他偶然呢得知自己失智的母亲呢涉嫌下毒杀人，那怀疑这个事情有蹊跷的真人呢，他决定呢就是亲自出马，在各个层面的阻挠下呢为他母亲办案。在这个过程里呢，他就是这个案件的背后呢揭露了很多不可告人的真相。这部电影呢，它以就是找到这个毒酒案件的真凶为契机吧，而之后呢从中呢牵扯了很多各种的利益。나누군지모르겠어누구셔요농촌
위축 살충제가 된 막걸리를 마셔 한 명이 사망하고 네 명이 중태에 빠졌습니다. 경찰은 유력한 용의자로 거론되는 최모 씨를 긴급 체포해 밤샘 조사를 하고 있습니다. 침입한 사람도 있는 것 같고 수상한 점이 한두 가지가 아니에요. 그 딸내미 년 하나 나타났다고 일을 이 지경으로 만들어? 나갔다 가라쇼! 나 뭐 하는 거야? 사람도 안 와봐! 아픈 사람 불러놓고 뭐 하는 거야 지금? 살인 용의자 찾고 있잖아. 众所周知，韩国的电影呢非常擅长叙述故事，营造氛围。那刻画人物的时候，尤其是人物的情感呢，还有特征是非常细腻的。而且整部电影它是带动了，很容易带动观众的一个情绪。那这部电影就延续了韩国电影的特征。那虽其实你会发现，它主要的核心并不是犯罪与法律，而是有一种许多的无奈和难以改变的事实。那这部电影呢，它虽然没有《寄生上流》就是那么深刻反转，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让人去品味思考的一部电影。它里面有一些观点，我觉得值得我们思考，比如说无罪和清白是否可以画上等号。真相是否那么重要？那如果大家看过此片的话呢，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就是分享一下你对这个故事的想法。那第三部呢，我想推荐的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电影，它是叫做《End of Sentence》，它是其实是2019年上映的，但是我今年才注意到这部电影。他是讲述了一个丧偶后的一个男主角叫 Frank， 他呢不情愿地踏上了一个亡妻遗愿的旅程，因为他答应他的妻子要将他的骨灰呢撒在就是家乡爱尔兰的一个偏远的湖中，而且呢他需要带着他的就是关系比较疏远的儿子一同前往。当就是他儿子叫尚啊走出监狱的时候，其实他非常的不情愿才答应了与他爸爸就是一起同行。条件呢是一张去西海岸的一个回西海岸的机票，完了以及他们就永远都不再相见。中间就是他们好不容易开始了这场旅行，但是中间遇到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一些经历了很多事情。Who's that?It's nobody.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Frank? Coming to get you. No, thank you. It's for Mom.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for her. What does she want? She made me promise that you and I, together, would take a trip and spread her ashes over our lake. Listen, if we do this, you'll never have to see me again. I don't think that'll ever happen.Let the past control you. This is what Mom wanted us to see.我觉得这个故事它是一个非常值得细细品味的一部电影，它的节奏并不是很快，内容也不算是很多的惊喜，但是它我很喜欢它里面的一个拍摄的手法，而且里面有很多细节很有趣的那个小小的情节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是一部非常温馨又给你带来欢乐的一部电影，那里面的景色拍景色爱尔兰的景色真的非常的漂亮，那我觉得是很值得观赏的一部电影。那这周我就推荐三部电影，那期待未来可以我看到更好的再推荐给大家。拜拜。